收齐，搞定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你每一次弹完之后吧，它那个和弦都会跑一遍，然后还要再调一遍，不知道是吉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。Later. 发，就这一遍弹，那就没有一遍完整。强弹，真不会，以前还能会的多点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，想念会让自己苦辣自己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请给我一个五星好评。你要特写吗？手不行。我不烦，你不烦，你比我烦。行，我是不是做梦的？我也准备唱歌，以后让他们演小品，换一个。我也想唱。你这不也算唱？啊，对哈。是啊，你唱两次。但那风格不一样，人家那夸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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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气温多少度？多少多少度？心情多少多少度？什么什么样？你一会儿找个好位置啊，让观众。我试试我那个吉他。好了。灯关了，人删了。我嗓子不行了，七点起的，嗓子都没在家。嗓子在家。嗓子在家没带的。我发现我来到龙涛娱乐之后有变化，最大的变化就是唱歌了，原来唱的少，现在在小品，虽然是演小品，但是在唱歌。我想想词儿啊，你就是要一是情绪顶起来一点啊，